过来一个全家福的牛肉粉，哎对，加上这个炸牛杂、牛脸，再加上那个牛肉，哇塞，再加什么牛筋，还有个卤蛋，这样一份是33块。所谓的全家福啊，就是全家福，加上牛油，来上牛汤，啊还得来点油。这样一份33块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他们这边有这个辣椒，可以免费加的。你看，这个辣椒，这个是炸的这个2斤条，超棒！哇塞，再来上一点小泡菜，牛肉、牛筋、牛肚，多到位！先来点牛肉试试，肉相对还是很新鲜的，是外边可以看到都是鲜肉挂着的。他们这个辣椒炸得很酥很脆，还有这个牛筋。糯糯的，然后还加了这个牛头肉，吃了对脸皮好。边上点油辣的，到兰州的话，他最多只给加20勺，这边好是自己加，喜欢加多少自己来，这个没有限制的，这比较好，给的勺真小，这才叫吃粉啊。他们这里的辣椒是这种香而不辣的。太过瘾了，然后来上点这个粉，贵州辣椒就是唬人的，好香，但一点不辣。贵州也吃蒜吗？啊，贵州也吃蒜，那这南方人不是不吃蒜吗？南方人也吃生蒜吗？好神奇啊，不知道。再来点这个，来点这个，这个辣椒，这个辣，这个老辣了，这个不能加太多，这个加太多了太辣，还是来点这种。那种油的辣椒比较好，好吧，再来上个大蒜，这样就有那么一点点的辣味了。出来半个月了，立马找到了山东味儿，来一口汤试试。这感觉已经喝不到汤，全是油了。到贵州来了这么久，还是第一回正儿八经吃粉。